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来玩一下啊、哦，应该是最后一个 week 了啊、哦。模拟杀大大的魔族最终回，来看一下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啊、哦？这个是妹妹 week， 妹妹是谁？难道是小光吗？跨麦几嘞哦？妹妹 week 会不会？哦，真的是小光哎、欸！哎呦，小光唱歌了。我这首歌还蛮麻烦的耶，但是小光唱的蛮好笑的。我们变魔女杀大大啦！歌普面还蛮好玩的哦，打起来很爽啊，我很喜欢这种就是节奏感会打普面。哎、欸，谁？
穆里莎版本的 Among Us 吗？是那个 Among Us 的音乐哦。好，目前来说，这些就是我们所有的莫里莎大大模组的音乐啦。那看一下 Free Play 有没有隐藏的歌，这里面好像都是那个吧，就是那个什么原本的那个系列。然后这个是莫里莎开始一二三，然后一二三，然后一二三，然后一二，Hard Deal 怎么？这个怎么是那个啊？怎么是 girlfriend 的这个符号？ 3, 2, 1, 跟莫里莎大大一起的，是不是？哦，晃到爆炸这个，好 ，OK， 我了解了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晃到爆炸。3, 2, 1, 不对，这个好像不是 end to mute， 这个才对。好，那目前来说的话，好像就没有其他的那个音乐了哦。不过小光版本的这边的话，真的还算蛮有趣的。这边是三个都是小光，这是小光第一次登场哦。再玩一次 ，Copycat。3, 2, 1。小光 VS 这个莫里莎，这首歌我蛮喜欢的啦。这应该是那个 Bubble and Ship 的那个。这应该是小光没错啦，看起来就很像小光妹妹。我觉得这首歌他们那个就是本事制作的，就是做蛮好的，就是声音都有搭进去了。
哦，这首歌真的不错啊！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这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 Melissa 大大的这个模组了。大家喜欢吗？你觉得哪一首歌最好听的，也可以在下面分享给大家知道喽。那我们视频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